跟新加坡的永久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日本的甲父庆子，很高兴就是有机会让那个希基跟 Jenny 又邀请我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去跟你们分享我的永久 story。我有很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，医生说我不能超过40岁，但是34岁的时候很 lucky 遇到永久的产品。现在我虽然已经是67岁了，我还是每天很有精神，然后很有 power 的全世界跑。我希望你们大家来参加我大会，跟我们一起分享永久的 story。欢迎你们，谢谢。See you, bye bye.